繁花盛开景象虽美，又怎比得过这天地之姿呢？此事还未最终落定，诸位休要妄言。几位仙尊还有三山六府各位掌教都亲自去南天门迎了，这些德高望重的仙长很多年都没有出来了，凤凰一来他们就去了，我们也快点去吧。那咱们去不去啊？不知道。凤吟本是晚辈，有老几位前辈在此相迎，实在是惭愧。凤凰年纪轻轻便有了平定两界纷争之位，我等十分敬佩。况且凤族上承神界，凤凰继位，于理我等就应该来拜贺。只是此前凤凰未免繁琐，才去了这些麻烦的礼数，今日一见，这道礼就再也少不了了。那就感谢诸位前辈抬爱，请。请。姐姐，我刚刚四处瞧了瞧，那边好多仙君都过来了，说要迎你，叽叽喳喳的跟几百只鸭子一样，吵死了。你要不要赶紧避一避啊？这般想见我，那便就去见见吧。还没去吧？哎，这前面有很多点。是啊，这个行。坐吧。好，来，你坐吧，请来。小雨。更高尚的人了。青池宫阿雨，梧桐岛凤欢，见过华叔帝君与诸位仙君。是不是凤凰？